大家好，又是我香港卡友，今日要玩的 GTA Online。今日6月29号星期四，今个星期呢就没有新载具推出了。不过嚟緊7月4号呢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啦。咁今个星期 GTA Online 的最新资讯呢好多都同呢一个节日是相关的。今个星期豪华车业的展示载具分别有塞雷斯同埋幻象。另外专营车业的试驾载具分别有 RE7B、 子弹、 Zep Type、 君主同埋网汉嘅。咁除咗网汉之外呢，另外嗰四架呢都係已经賣车网移除咗嘅载具嚟嘅。今个星期落圣都车聚里面的奖品载具是经典猎豹，获得的条件是连续两日在一场追缉系列赛里面名列前三名的。而试驾载具方面分别有霓虹、风情 D10 和 ZR350 的。另外阿豪特制改装试驾载具是仲裁者 GT。今个星期赌场入面的台上载具是公路霸者 GTX， 属于蓝星安地列斯超级赛的 DLC。 特价车方面 Legendary 的 ZR350 做紧七折，同埋幻象都做紧七折的，军火大亨的武装伊格纳斯做紧七折，威吓者做紧六折，FH1 猎杀者做紧半价 ，LF22 星梁做紧六折，同埋解放者做紧免费。咁呢架解放者系期间限定嘅。除此之外，机动作战中心做紧半价，包括埋佢嘅翻修项目。房地产方面，今个星期基富嘅公房做紧半价。除此之外，今个星期仲有一系列的美国独立纪念日优惠嘅，当中包括美国降落伞包做紧半价，老式火枪做紧半价，烟火发射器都做紧半价，另外独立日套装做紧半价，特定的动物面具做紧半价。差事方面，空军零号系列的对战任务做紧双倍，另外贩卖机库的空运货物做紧双倍，如果你是 GTA Plus 的会员就做紧三倍嘅，同埋商业大战做紧三倍。今日呢条片就嚟到一度先啦。另外上片喺度讲埋啦，今个星期嘅时间挑战赛喺扁拍平地 ，RC 时间挑战赛都喺扁拍平地，以后特制改装时间挑战赛咧就喺沙滩海岸嘅。有兴趣嘅朋友记得过去挑战下啦。咁今个星期有好多嘅优惠都同美国独立纪念日相关啦，有啲就期间限定嘅，错过咗可能就要等下年㗎啦，所以大家记得把机会再去购买或者领取啦。咁今日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之后落嚟如果 GTA Online 有啲咩新嘅 update 呢，我都会尽我所能尽快咁将最新嘅资讯带俾大家。鍾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另外大家记得 follow 我嘅 IG， 我係香口 Carl， 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